北京时间8月26号凌晨，国际乒联公开赛捷克站的比赛结束了各个单项的半决赛角逐。女单下半区的半决赛是国乒内战，上半区是日本内战，最终是川嘉纯4-1战胜织田沙纪杀进决赛。武良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随后因伤只坚持打完第三局后伤退，回家4-1晋级决赛。男单半决赛，国乒男队独苗郑培峰在击败德国名将斯特格之后，挑战近两站公开赛，频频赢国乒的英国名将皮切福德。郑培峰首局就很快进入状态，在比分有些焦灼的情况下，11-8先胜一局。第二局在取得2-0的开局后，郑培峰保持着领先。当皮切福德将比分追到5-5后，郑培峰再次发力拉开比分，11-7再胜一局。第三局双方打得难分难解，一路打到11-0。可惜这次郑培峰未能把握住关键分，11:13输掉一局，或是受这影响。第四局开局郑培峰2-5落后，这次做好调整的郑培峰爆发，他打出了一波9-0的攻击波，直接打猛英国名将，11-5继续扩大比分。气势大涨的郑培峰第五局一直保持着微弱的领先，最终11:9再胜，总比分4-1轻取皮切福德杀入决赛。另一场男单半决赛在日本神童张本智和跟葡萄牙名将弗雷塔斯之间展开，首局上来弗雷塔斯就很轻松的11:5获胜，然而想不到第二局张本智和爆发，一口气连了10分，张本智和也按国际惯例让了一球11:1扳平比分，只是张本智和有爆发能让球，却无能力实现逆转赢下比赛。随后四局张本智和总是让弗雷塔斯线取得领先，而他也能顽强的又将到比分扳平，双方进入抢戏大战，弗雷塔斯也爆发打出了一波9-1，张本智和只能喊了暂停。暂停后他虽然将比分慢慢迫近，不过弗雷塔斯并没有给他机会，最后11:6拿下决胜局。七局比赛弗雷塔斯总是在张本智和追平比分之后又将他打崩，总比分4-3晋级，弗雷塔斯将与郑培峰争夺最终的冠军。